貢ぎ物は何じゃ？早く捧げてくるのじゃ。没有反画面用的，Hello， 想说等记录档全部上传好之后再来开，结果好像等有点久了，就先开了。刚说啥？哎，哇，你是休息了哦。到了，宇宙狼人他这个样子，这个更无情，你要怎么猜？等一下吧，等十五分，等十五分我们再来玩。放的，先洗房间哈。没有好看的房名嘞，怎么好坏？静安安。到十五分，等人，太困了。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好了，放好了。五分一到我就打开咯，安安。茉莉宝贝，我好想到。什么时候才会好？最后一个是八吗？我看一下，看得出来吗？那我要放大一点。对，这个是八。好了，十五分了，我要开喽。噔，敬请期待。我们不可能了，哎，都是没看过的，哎 ，Hello Hello， 你要说都是没什么印象的。啊，刚刚也在想要不要去睡觉，我刚刚就是在。因为记录档床太久了，我在想说要睡觉吗？还是要开台？还是要吃东西？这样子。下午抢过还能抢吗？先别吧，先让再继续让给其他人吧。感谢了，感谢了。
因为下午玩到一半跑去玩斗阵啊，啊，所以很多人也想一下哦，斗阵玩了也快三个小时，晚餐还没吃哦，还没，刚就在弄记录档，因为最近的记录档都传太久，然后传太久，导致说我要等它传好嘛，因为像今天的精华嘛，就是精华出来，但记录档那边还没传好。还没传好会怎么办呢？就是我记录档先出了，不，我影片先出了，但是记录档没出，所以我那个记录档的连结你们点开进不去啊，所以现在会面临这种问题，懂吗？耶！然后下午会想玩欧搭 Overwatch， 是因为真的手很痒，很久没玩，而且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YT 就一直推斗阵给我，然后就看到一些哇，麦卡利好像真的就只射几下，躲远远的，然后就开大绝就好了。哎，他也太大了吧！他中个李三哦，等等饿了还要吃，有啦有啦有，等一下有东西吃了，你不中个李三啊，白痴哦，他都碰了，这种情况下他听什么？你们猜？10000多哎，三个九，一个赤宝牌，然后混一色，干嘛？你现在很饱，很好啊，有吃就好。灰夜姬的好感度升满了吗？还没，次数用完了，升不到。这是会议，哎，是不推一百次哦。哒哒哒哒哒，我没拿菜呢。魂衣，好牌，枪就这么痛哦，庄家啦，白痴哦。哇，中李三了。打排位可以提升好感度，打排位是其他人的事情，没有啦，就，嘿，对，啾啾，是摸真的亏，可是还是要摸啊，对不对？打错，咚，别乱玩。对啊，只要听牌就好，听牌还有1000块。看，哇，哇，哇，真会杠啊我！来碰，哇，很棒的牌呢。我再来128，然后打掉这个啊，真的哎，金牌了，那再来杠一个一好了，然后杠个7桶，不要好了，杠个发，杠出一张发，哇，
不是这个啦。哦，好痛哦！五张宝牌。祝福雷安安，兔兔林安安。哎，兔兔林今天没去看哈基他们的台啊？还是两边挂？梦梦安安，我翘班过来了。哇，你今天下午不是有打竹林杯吗？今天有看到你们那边有在讲什么竹林杯的，我以为是你们私下玩的，就是团团办的。六番吗？不止吧。最后的一番我穷了 ，QQ 感谢秀秀复活 XD。有啦，还有两天，谢谢秀秀，你最香了。哦，讲这句话我咬到我的口腔，好痛。蛮干。什么问号？问号？抱歉了，怎么了？还是你贴好玩的贴图、哦？有啊，人太多，出战没低就不用打。哦，没有败不复活，也好啦，不然打太久了，因为。毕竟团团第一次办嘛，时间没有拿捏好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下午玩过的，抱歉了，因为下午跑去打斗阵，很多人没有玩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结果打完斗阵狂输，也辛苦小鱼他们了。不然其实可以不用打的，会打那么累，那么辛苦，辛苦他们。HTT 可以继续抢，还在抢吗？猎龙了吧，抢屁啊！就好好猎龙哦。你乐哦。是三条没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哦。你也很想抢、喔，可是我用手机没关系啦，就跟你们一些比较特殊的玩的时间就真的很长哦、喔，玩的几率很高哦、喔。
那像小鱼其实他不用走后门啊，私下我要跟他玩也可以玩，只是他想要享受在开台把人家电爆的感觉吧，我不知道。就最近可能就是太寂寞太想玩游戏了，然后才会想来陪我玩魔力宝贝啊。换腰两宝再加翅膀不是吗？哎，符到底是怎么算的啊？这边看得到符吗？通行正厅，通行正厅在打下一次出来的时候会解除。立直正厅在没有立直的情况下，先打日本一排。私下很少跟你们玩啊，不是哦，我那时候看你们在玩的时候已经是满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断碉堡牌啊，还有东风庄家，安。好吧，梦梦加油！你有抢过两次不是吗？抢进来我压力很大哎，跟那种会玩的人压力就很大。所以跟其实跟你们玩，我压力其实都一直都很大，你们感受不到而已。每次都用一些夸张的口气来掩盖自己的情绪紧张。不然把符算方法贴在连接图，可以啊，你等下贴在那个日麻区。哦，文昌来了。离地，离地。哇，牡蛎蛤蜊汤。下家不用围了啦，已经东四局了啦，就只是看是要提前结束还是晚点结束。对他好一点就是不要飞了他。五六七，有什么？一条吧，相信你不是。我本来那天玩狼人杀要唱这首，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。爱过谁会舍得？我是不是应该要吃？我吃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一气贯通了？为什么会压力大、啊？就是会有无形的压力，因为你会玩呢、啊，怕雷到你，或是我打牌不对的话，你们就会说你怎么会打这张牌？为什么要打这张牌？你打另外一张牌更好啊，就有那种无形的压力存在。因为我当时就是对这个。因为我当时对日麻还不熟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很怕雷到别人，然后就会说你怎么会打这一张牌，你打另外一张牌更好啊，你怎么想要碰，不碰的话你可以做更大的牌，就这样子啊。好，感谢雅乐，感谢你。就前场不用太计较吧，
所以我才会一直都讲说我不想打段位赛跟那个什么的、啊，像 LO 跟 Overwatch 我都不是打那个啊段位啊，一定会玩到走心的啊，所以我很怕，一走心就会失去玩游戏的感觉嘛，玩游戏就是要开心啊，那你玩的不开心，玩什么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放弃你了，放弃你什么？不是啊，他听他们讲话方式就是，不是讲话方式，听他们讲的方式形容你就是，你就是纯粹运气成分很高的玩家啊，你就是可能什么乱打牌之类的。啊，我听到的感觉是这样子啊。哦，刚刚应该真的吃掉这个了，就一气贯通了。好啦，感谢不可能丁丁啊跟老婆，啊，感谢三位。橘色也真的传说拿玩家的电脑去挖矿啊，踢掉喽。好，好啦，走吧。只能打一场齁，对啊，对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哇，我耳边有稀疏的呢喃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你们在呼唤我了，要做这个对不对？太扯了吧，都会死人呢，都会死人犯罪呢。哇，太扯了吧！立即！哇，太扯了吧 ！No！ 哇，太扯了吧！这曙光魔法。下午抢到的晚上不可以了，不可以了，因为下午才玩不到三个小时就去玩斗争。我好像速攻魔法哦，欸，你就是上次听说氪金氪很重的那一位是不是？就是你对不对？你对这游戏很有爱呢。那你的第二个字怎么念啊？金什么？浊吗？还是少？真不愧是 Saki， 直接不演了。不是啊，听说是看这个吧？月哦，景月，好。猫粮供应商是第二多的呢。哇，那真的是恐怖欸。见了，他不见了。放了啦。我刚刚也在这两张犹豫，我记得大概要氪50,000台币左右才有。哇，你有几只角色？你可以讲一下吗？有没有一半以上啊？这送你啦。看一下哦，这个是看5000港币，哎，台币就是50,000块嘛，十倍吗？你？哇，你有爱欸，
不会在别人手里吧？啊！有没有抢？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兴趣成为我的大干妈？很怂恿人家没有，没有。我现在想在魔力宝贝上花钱，不想，暂时不想在这边花钱，好恐怖哦。リーチ一発ドラ。走啦！白曼，又开了，对啊，我想说你们刚在隔壁不知道干嘛，就不好意思闯进去打扰了。啊，已经一起玩过几次了，请对他友善一点好吗？虽然。不一定会在我身上花钱，但请对他客气一点。感谢科长让我们游戏玩，别说啦，感谢科长。我的眼压高在睡觉，小月挂着跑去打针的嘛？哦，我想打跑去打人，打针人，我说什么打人？啊，刚刚就只是动针一直输而已，有必要跑去打人吗？要办个兔窝杯？不要，感觉这个半吸 WT 就很像啊，很累、欸。哭啊！ドラだけど。下午排过就不排了，对，让给其他人。兔窝人数会爆他。对啊，没有兔窝杯，他们有私下自己玩的，好像说几届了，六届了吗？那、啊、他可能是讲说要我主办的啦，啊，我主办的话就不可能啊，因为这种麻烦的东西我真的不会想要去弄 ，GWT 我就很懒得去，一直去摆摊什么之类，太累了。因为当时我没参加，所以一大堆以为我不会打嘛。然后想说有活动就你们自己玩就好啦，我就不参与啊。像而且那时候你们好像办第一届吧，就跑去豆丁，然后就你们旁观就一直在喊说：“你怎么会打那张？打那张就不对啦。”然后我就是有听到你们有讲这种话，有谁我就不说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哦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，瑟瑟发抖。七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。力气。哭啊！送你。最佳男道士。好恐怖哦。你是其中一个，这还好，毕竟当时，怎么讲，就是播报跟观战的嘛，反正就是应该要这样子讲啊，因为毕竟大家都不懂嘛。靠，你够咯，不是大家不懂，就是大家有大家各自的那个，玩法嘛，啊。会讲也是正常的，像玩看 LO 比赛的话，一大堆就是播报员，好恐怖、哦，是魔人吗？
好恐怖哦！リーチド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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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マンガン。好险哦！难不敢丢，我会选择。我是觉得我没差了啦，我不知道他要什么啊，我想说我也丢一丢好了，完成人家的梦想。我真是听南风哦，哇呜、哦！ドラだけど、ドラだけど、ドラ。子敬安安。啊杠！砰！二三。不紧张吧？天哪，变大了、欸！它变大了、欸！爸爸。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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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主日麻的无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算数啊，你可以想象不算数，意就是算数的意思，无意就是不算数的意思啊。你要合游戏规则，你要一个符合游戏规则的牌才有办法有意。拿一个自动喂食机，不是啊，菜要怎么？菜肉要怎么用汤匙啊？我觉得这机会大一点。哇！什么？全部放在同一个碗里面？怎样？没中。不对啊，听这张也不对啊。结束了，感谢各位。你们要让人家拼领上啊，人家可是领上死哎、欸。没事啦。人人都可以领上好吗？不要谩骂，大家都可以领上，这是大家的游戏。青菜不是不能用挖的，可以，只是我这个菜有点长，所以用汤匙的话有点不好挖。对，多一点鼓励，少一点谩骂，可以玩更久了。你就想象是东市局烤鸭哦。对不对？人家都可以玩啊，像我常常在那边领，想要拼领上啊，就四杠没了、啊，没事啦。每个人都有领上的梦嘛，而、啊、我也有啊。所以说喜欢碰碰胡啊，碰碰胡才能杠啊。
要符合角色设定，但是你也要杠，你要你没领上到啊，丢脸！你说好的不要谩骂嘞，你刚才拼青老头。什么东西？说起来，繁星的台出过四杠子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，没有吧，应该没有吧。四杠流局常出现，是的。有一次四杠流局结束后，跑出天河，你怕不怕？我就问你怕不怕？可是你的亲腹肉没有老头，你剩300块了哎，哇，一个字摸就没了哎，一个字摸300块也没了哎，他们在放歌了，嗯。龙，都听万字。哇，你火起来了哎！还不感谢刚刚的四杠流局，没错。我下来了，对啊。欸、对呢，还有一局哎、欸，我以为结束了，我放下筷子，我拿起筷子了。哎、欸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就来玩啊！好，没机会了。要拼了啦，今天做梦过了啊，我今天的梦是天河两次呢，但那个梦还没有出现，你有看到他吗？帮我叫叫他。两天没来，怎么变会业绩了？帅吧，可爱吧，在努力养他了。梦都跟现实相反，那我就要递合了啊！对不对？发霉了。我们碰这两张就好了。刚吃了超甜的蛋糕，有没有觉得快死掉了？刚睡午觉，真的梦到魔力宝贝开服，然后去叫你们啊、哦！
拜托，你要叫醒我。某 B 为了拼天河开四颗，把账号互换。哇，他有换成功吗？他换了几个小时？结束了。待会还能排吗？排过的不行哦，今天有排过的不行哦。你会让给没玩过的，谢谢哦。やっぱり皆さんと麻雀を打つのは楽しいです。感谢不会玩，感谢牙猫，感谢大干妈，不是大干妈。大科长，开了七小时，所以最后开到，好猛！天哪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，我就是那个被捉弄的人。可是我不想国欸，你看碰碰屋不是香香喷喷吗？这牌国太不切实际了，你没有看过我那时候从四张牌开始国四无双，国四到梦想完成的，哎，我真的是有三转了之后就起死那四张牌拼到国四无双了。七对子它不香吗？七对子不能领上开花，靠腰啊，七对子没办法领上开花啊，有香吗？YT 贴图有上线吗？有哦，其实哭哦，还剩下一张图的扣打，除非就是好像订阅的人要够多，就加会员的人够多的话，跟退取一样啊，好像是这样子，我晚点要再去看一下。哎，一对一对一对，那他剩下一鸟了，没有鸟没了，哎，还有一只。你看，这样就可以杠了啊，对不对？哇，居然是杠到东风去吗？对啊，你七对子要靠自摸，哎，要都要摸进来，哎，加油安安，加油，排过就不能再排咯。没有，先跟你讲一下，怕你不知道。我说要换丢别章啊，好，等一下进来的话，我丢别章。好的。看来我可以杠南风了。除非南风在这边，吃饭喽！小月安安，小孙安安，感谢你让我吃饭。
没有看到南风哎、欸，排山里面。哦，别闹了，真的别闹了，一二三四个，四个换三个过来，七个，哈哈，好好笑哦，哈哈哈，好好笑哦，哈哈哈，看好幼稚哦，我觉得我们转一下好了啦，八字被这样打出来，我筋好痛哦。我们转账好不好？做个老头牌吧。真难得会摸不到需要的牌，你说刚刚你吗？还是我？来了来了来了，我躺。结束了，咖啡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断妖酒杀人了哎、欸！杀人的断妖酒哎、欸！天啊！好的，感谢 Jess 亚乐跟冰溪 W 打太多了哦，清空。啊，是何？啊，超级断妖酒，很常摸到不要的牌，我很常啊，所以一直立直不了啊。没事啊，啊我还不是还在断妖酒，不吧，还在国师无双。没有啦，刚刚那个是我让它显示的啦，说应该还好，就给它显示了。对啊，不然以后我还是回收好了。没事没事，大家没事。有时候会打超过三个是很正常啊，因为我也说啊，我插滴滴也很容易打超过三个啊，所以要小心哦。明明老 GF 五一下，给你看看后台的画面。要哪一个啊？等一下打超过三个，你就可以看到你们一般人看不见的世界。
对吧、啊？代理小帮手，不错吧？有错应该丢这张。快成型了哎、欸，来碰一张这个，然后是这个。龙。好像没差，你要看那个啦，打一大堆 W 的你才看得到。来哦，你们可以打超过四个 W 哦，限时十秒钟好不好？你们打超过，好打六个就好了，六个 W， 你们打六个 W 就好，限时十秒钟哦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。老G有看到吗？老G有看到了吗？我给你们看这，我给你看到那个后台的世界。来来来来来，让你们看哦、喔。这个是后台的世界，有没有？你们开始要隐藏，然后老G要开始，有没有这个东西？所以你们打超过只要是四个亿，都有几率会变成这样子。好了，够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要变人了，要变人了，变了，变了，变了，老巨变下去吧。好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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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已经可以了。对吧？所以这是我们后台看到的世界。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为什么你打字没出现，那就是被ban掉，或者是被。就是隐藏掉或者是让你显示，因为显示的话一定要透过我们才能显示，那有时候小鱼就是打超过的话他会 把你给隐藏，这样子来的。哇哇，长知识了。对啊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那时候 W 力级的时候，不是说 W 太多了啦，不是指 W 力级太多，就是你们的那个装力值太多，是你们那个打 W 打太多了。你看那个北，我希望他杠到西风。可是我又不是北风，在想什么？感谢。加油，很近了。流量也是赚啊，啊才西风而已啊。六三，再来个吧，二跟三。没有啦，那个老句草是 W 的意思。就是瓦拉的意思啦。那个 W 六个的话。应该还不用，没有，我们这边三个以上就要手动审核了哦、喔，对吧、啊？因为草这个东西在那个哪里，
在日本那边就是 W 一大堆 W 嘛，就是哇啦哇啦哇啦，看起来很像草，所以才会在有些人在打开玩笑说什么太好笑了吧草这样子，不是在骂人啊，是真的在笑。本泉代妖就是这边不是123123吗，就代妖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，能打掉。你比较无知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啊，不然我又不是宅宅市场的人。因为这算是宅文化啦。没办法了，没有办法三色同顺了。有人要吗？感觉聊天室也很多人不知道啦。哇哦！我们叫四风连打。真的。天白。啊，在这里哦。我刚才以为他是在叫空语啊，哦啊，天翔，什么天翔这样子？我刚才也是一脸纳闷说啊，天翔谁？应该碰的话，碰。哦，都打同一种风哦。哇！リーチです。パン。
搞我吗？又来了，等下是要来揪通啊？有了吧？我拿碗拿了十分钟同一个姿势，我现在手弯不起来，好痛哦！太专心在玩了哈，二三，为什么聊天这么油？还不是老居不知道吵的意思。如果老居提早知道吵的意思的话，就不会那么油了。没有，如果老居再晚点知道吵的意思的话，他会觉得我聊天是满满的脏话什么之类的。因为毕竟吵这个东西，就是对岸那边在骂人的意思啊。例子拼一发，开心玩就好了，不必打打杀杀。荔枝拼一发，真的你当天天在做梦哦。然后反正我要吐的不是是。话说前几天看到一个很扯的，王座之间的牌局，天和自己设大师席三颗单起六倍一满。哦，这就是我想看到的啊。在等他来嘞。哇，喝，你要死了喝。那是愚人节哦，哇哦。哪边有写？本发的人写的吗？哎呀，自摸，王座都不都大牌吗？不是段位越高越小鸡鸡吗？我听到的是这样子呢。还是王座玩段位越高越容易胡到大牌？
看，碰，晚上好。旁边清一色，有我看得出来，不然就混一色啊！你看场面上没有，有哎、欸，我才说彩那没有看到红中发财啊，他肯定是混两个发财在这边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哦发财在这边，我眼睛怎么了？天哪、啊！我等一下滴个眼药水哦，没看到发财这边啊。没有，那时候那个谁陈叶才可爱、啊，打字打想打个安安都被屏蔽，要那个人工审核，说他打的是垃圾讯息，要人工审核。啊，滴眼药水皂、啊，应该播广告的，亏了，不好亏。好了，好料广告。我打麻将出 bug， 我吗？不，就是他。他就答案啊，说你们才萌的时候这句话是陈烨啊。你说被吃讯息这件事情啊，那个之前 YT 有一次发生过，然后最常发生是我自己在 FB。聊天是应该要出现十句话，但只出现七句话，这样吃得很严重。再来就是陈叶萌啊，那么你们才萌，然后被当垃圾讯息被屏蔽掉。哎，我刚如果留下就好了哈。啊，早知如此。我要摔滑鼠了哦！观众场啊，观众场。我为何刚刚换掉了一张酒，
现在来两张是二，想摔滑鼠不行，不行啊、哦！应该打掉这个的、欸。摔！我现在没有备用滑鼠，我摔，讲那么简单。那关台应该直接睡着了吧？如果等一下今天开到十点，好了。对不起，今天下午手痒想打斗阵，有一些可能排很久想跟我玩的，真的很抱歉。毕竟台主手也是很痒，想要玩一下，想秀一下，没想到秀不到，输得那么惨，他掉好了。你可以投给教主新滑鼠先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是用罗技502哦 ，G502 哦，还是503，就是价格在1500到2000之间的那一款滑鼠。我要气死了！我真的要气死了！我要被我自己气死了！我现在拼命在用我的外套的手在敲我的头，走走那么贱，哎呦，这场是不是有点惨啊？灰夜姬救救我，灰夜姬救救我，天哪！河底摸鱼，我常常打出七对子出去啊，我很难过耶。哇哦，hyper 的吗？我嗨喷啊，我嗨喷是什么？想买滑鼠，我现在用。可是我习惯用罗技的了，罗技的我的手的大小比较刚好。我吃什么？我会把这两个换颜色啊，这个换成这个颜色。罗技好用吗？没用过，用习惯了啦，已经用了3-4年了吧。有一只五，你是说5XX是什么500吗？大概是503了，因为我的这个真的比较贵一点点。
找谁工商？我就很不会拍工商影片什么之类的哦、喔。有没有在打电竞？就是电竞专用花束啊，但摸起来就是很舒服啊，重量也差不多刚好。我讲一句 ，Hello， 我还在这里哦。有啊，有配那个重量的，还有配一个很像不是马那个什么东西，磅有磅秤啊，就是一片铁片，它、啊、那个铁片可以加重滑鼠重量。我最早以前是用到全满，那超级重的，就那时候玩狙击其实很好用。啊，怎么说没有调那个灵敏度之类的，它侧键也有。可以用侧键调灵敏度、啊、但是就是他、啊、当时就是没用啊。各位啊，我付2000块了。反凡，你真的会打牌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说我不会。无限的小鱼也很喜欢啊，比较好摔，他摔了之后可以飞超远的，然后小鱼再去捡回来，这样对不对？我好痒。叫我如何是好？红一色有没有这东西？
玩第几局了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大概20分钟一局吧，所以20分钟一三局六，应该有六局了吧？不敢打，进不了章。哎，状况差，进不了牌。自保自保自保，七痛结束啦！真是太无情啦！感谢拳拳小火焰跟鸡肉饭，感谢感谢。是两个星空哦，烈火星火烈空，特别星空。你不能怪我每次叫你星空啊。好，走咯。两位星空。太狠了，太狠了，对啊，我也觉得太狠了。
不讲武德哎、欸。不是，印章又怪怪的啊！发出了哀嚎。在玩游戏还是被游戏玩呀？哎，所以酱油到底开台了没啊？他今天不是打日吗？可惜什么？没事啊。一二三，干！哎，开了哦，哦。哇哇，筒子很凶哦。嗯，欸，那个打一次就好了啦，不是不可能聊天是会吃讯息的，你们老房先打一次就好了，你这样洗的话管理员很为难哦。
我不想大三元呢、欸，大三个啊，不行不行，现在没有多的能量，用那种很大的牌，听我的声音应该就知道了，累到死了，累死了。别急，等一下会有人进的。对啊，除非真的是喊了过了一分钟没有嘛，不然就是打繁星可以帮我喊一下吗？这样子。谁还在购物清单里？小鸡鸡安安。顶上开花，没看到，满地开花21。你也做个，像是魂老头吧？他如果是吃这个的话，我想说你怎么不搞个大的？你就吃八条。哇，两个在互打了。有同课哦。他怎么不同课再配个青老头之类的？那不是很棒吗？艾文，你要做青老头。哎，唐安安，我以为是青老头啊，结果不是。阿贝出事啦！阿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出事了。哦，青老头那边同课了、哦。如果刚一哭啊，哭啊！不是啊，我也想梦想啊。梦想很累哎，做梦是很累的事哎。我现在比较想要魔力宝贝啊。对啊，你没看到我？哎、欸，我白痴，我打错了，好吧。龙宝，这两张要打掉啊。不会吧？我吓死我。可以还我吗？我打错了，我真的打错了。我打这张啦。给你。错了，什么东西？
一万在你那，没差啦，没差啦，很小，我顶多打掉一个啊，一个当眼啊，不然留着这个疤干嘛？打掉，掉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。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你们都很专业呢，我用眼睛也看得出来啊。我还知道他手上扣着两，好恐怖、哦！来啊，给你啊！来啦，给你酒桶啦，对不啦？哦，哦，庆呛啊！哇天啊，对不起啊，没了，我的19都不见了，还我哦。没有了，哎呦！而且他刚刚竟然没有跳出九种牌，天哪！啊！对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没有跳出九种牌，我就要开始玩这个。心脏也有是有很难很蛮大颗的啦。怎么又梦想？我不是梦到了？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。我又何必把爱多天才很个红光，应该丢掉红中的哈，丢掉红中摸一个九万，再来拼十三，不拼十三面吗？拼屁呀、啊！都已经剩这么少了，有在谁手上还不知道哎、欸？哎、欸，不对哦。感谢特别星空。感谢特别星空。我想说，看了一下场上，大家都把万万打出来了。好的，这是最后。我想哦，这不是咪苦哦，咪 T 吗 ？I K 怎么拼啊？Megan.
啊，是 K I， 不是啊 ，I K 呢 ？K I 我会啊啊 ，I K 怎么念？我会直播到几点哦？这是最后一场了，躺了一个下午都失败，辛苦了，咪困，咪困哦，咪来困啊啦，要咋办呢？到了不知道丢什么的环节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碎哦。没当那个没有第二个 I， 可以这样吗？哎呦 ，I 就在我这边呢、啊。踢捆哦。对，我要打他小，我不是要打这张啊。哎呦，我讨厌我自己了。难排吗？可是已经算很好排的了、欸，比前几天好排很多了啊，对吧？再说难排的话，我就是真的又要遮最后一码了哦、喔。你们觉得以前的好还是现在的好？对于那些之前没有抢到的。对啊，以前是他小啦，以前，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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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能有人觉得以前比较好抢嘛，那是手速快的，可是就以前那样子，你们又重复玩呐、啊，你又飞两局，天哪，有人也要飞了哎、欸，以前有个叫西敏的疯狂抢。他就是很会抢啊！哪有什么抢过来给我开小号过来，过来帮我解每日的是谁？我就问你是谁？凡凡除了巧克力还有谁叫你凡凡吗？懒懒，因为我都叫他懒懒，我就叫懒，他叫我凡，所以我就这样呼叫。我说哦凡，我说哦懒，这样子。可是现在懒懒就是上班比较辛苦啦，而且最近还受伤，我的天哪！他真的意外好常发生哦，他上个月初车祸，这个月手被玻璃割到，各种意外发生哎，好烦，搞不好死哦。没有，那时候是去年的时候，那时候他还没有跟我开台，那时候私下我们在玩泰拉瑞啊。哦。哦，烦，你在哪里啊？烦，我说等一下就回去了，我在弄那个真怪平台。我在跟他讲，晓得啦，晓得啦。你看，我碰了你的，你才能自摸，你是要感谢我？你也太大了吧？你这一口吸的太满了吧？是什么？哦，原来混了一个三暗氪进去啊！红宝，哇，反转呢！天哪、啊！感谢教主，我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感谢我？哭啊！对啊，我想说带他去拜拜，
什么安太岁之类的。你就是他，这就是你哦。你的名字也太难念了吧。新二哪个这边的哦。要怎么拼啊？不打掉齁，二三四，二杯口太难了，你当二杯口是在做梦的呢。凡凡再玩一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太累了。我为了等魔力宝贝，现在精神紧绷到，我仿佛听到魔力宝贝的登陆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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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叫我拆掉这个，他叫我拆掉这个，哎，做梦吧你！就打掉好了，不然等一下要出现。不要跟着声音走，不行，前面好温暖哦，前面有哥布林可以打，哎。什么？要这不是小的，没有啊。所以老居是说做这才是做梦，这才是做梦的意思是指这个，应该啦，我不知道。而且是八，刚刚丢六万是不是会更大？不知道，欸，会吗？我刚刚是想都丢光啦，可是大家都扣着筒子啊。啊，那教主等等会不会玩东石大？我晚一点才跟他们玩吧。我就当个嘉宾或什么的。他们在玩了吗？他们等一下会玩是不是？啊，我想说我就先去吃东西，然后他们开的时候我再去玩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正厅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正厅我才没丢的啦。咚，啊，怎么还哦？对你，我以为东四局了，对不起。还以为东市局了，他们博德之门完之后，就不知道博德之门玩多久啊？哎，有广告。神之子安安，好啊，不然玩到。他们结束，突然改玩东石大。
看看可不可以来张红的这张，香香。阿北啦，自说心语，哎，请说，请说，让你说，让你说。我秀秀，我有叫你吗？我刚有叫你吗？没有啊。七对古意，当然胡大七星啊！刚刚酱油台小小羞辱的酱油一波，哇哦，太猛了吧！羞辱的好，他是不是在哀嚎乱叫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唬我？你怎么可以飞我？那种东西是这样讲话，对不对？香香，我有叫你吗？不是啊，我刚刚讲什么？我没有印象了。老板就是观众，你怎么那么残忍呐、啊？我累了，我真的没印象哎，我刚刚是讲了什么香香，让他觉得回来叫他。所以酱油他开观众场的那个方式是怎么开？不是啊，你这样跑掉，我怎么直击你，让你飞？不让你飞啊，把你分数吸下来，对不对？有那种要超越你的想法在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开新玩。胖，他开四吗？只要有人分数超过270就结束了。哦，香香的哦，哦，懂了懂了懂了。对啊，红红的香香的啊。豆豆跟你说我两张梧桐，了不起哦，我可以当眼啊。完了，没救了。我本来是想碰碰胡的，可是一秒都不来，给你啦。这两张，鸟鸟，干太痛了吧？我以为小的，忘记了，好痛哦！过后有开放第二轮，抢过来再抢。因为宝牌多啊，那咋办呢？给你啊，对不起什么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啦，不用道歉，游戏而已。真的要道歉的是昨天的绿衣色那个东西。我没想到他真的那么乖，是没有看台，也没人提醒他什么之类的。哦，而且我是被哦对哦，专辑庄家。王家，哎，我还是希望就是你们可以打快一点，因为你们打得快一点的话，其他人进来的次数会更多。也没有在催你们，就只是希望你们可以提早想好你们要打什么牌。
不是说不提的吗？我没有提那个人啊，我没有提他，我帮他买。不是，你要想，我要让更多观众进来玩，所以势必就是必须要观众打快一点，打快一点才能更多人进来。你就这样，不是吧？但是你觉得这样合不合理嘛？对不对？你看哦，次数快，不对，我在帮他小。你快点结束，次数多一点是不是比较好？对不对？闪闪，你说嘛？你是想要次数多一点的，还是想喜欢久一点的？太久会睡着哎、欸！我都没差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要顾虑你的观众啊，他们有些很想跟你玩，但是就是都被别人抢走了。然后别人都占用你很多很多时间，然后没机会跟你玩到。我这车我上来了，为什么怪怪的？没有怪怪的啊，怎么会怪怪的？闪闪在银之金之间，闪闪加油，闪闪加油。这不是我要的车，我先下了。也补回来了啊！你昨天怎么会想开唱歌台啊？天啊！你昨天唱什么歌？我记得那时候是唱周杰伦哦。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世界，方向盘周围，回转。我以为你们在好乐迪耶，就发现不对，这个音质怎么听都不像在好那个麦克那种 KTV。你还欠我6000块。哎、欸，他们在玩东石大了，好，等一下过去了。没啦，几天前才唱完啊、哦，所以还是有唱没找我。好啦，我们换东石大吧，感谢啦，感谢啦，没有了，没有玩了，没有玩了。我要玩东石大了，要东石大了，要东石大了！感谢某某1228蒙多，哎、欸，还来不及看，啊，感谢你们啦！我们去台南了，啊，你台南也没揪我啊！好啦，我们换游戏吧，退出。我可能中途会提早休息吧。你在台北啊？不是，你在台中哎、欸！啊，我们一起下去不就是一个点吗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排挤我？我去他们，把嘴搬开，我来把腰塞进去。我竟然听到腰塞进去，他们来塞谁腰？塞他屁股哦，塞屁股吗？塞屁股好不好？哇！塞你的屁股！哎、欸，他多大呀、啊？你要有要解那个吗？然后结扎？对啊，结扎是看医生啊，因为我跟他讲，医生说大概再一阵子吧。哦，浏览。深海手爪，要跑，要跑，来，嘴张开，来，来，嘴张开，来，嘴张开，来，嘴巴张开，你想干什么？没吃到，那猫啊！所以你会叫他 Tommy 还是 Tommy？ 如果这样翻译的话，不行，再一次。嘴巴打开，嘴巴打开，不行，嘴巴打开，嘴巴打开，啊，啊，啊，好，乖，听话，吃下去，吃下去，来，喝水。没了，喝水。
喝水。下个去种。好好乖乖，好好好好好。好了，吃药就好了。好。啊，终于喂下去了啊！虐猫啊！怎么种不到？这东西怎么这么难种？种什么？就那个海带啊！哦。都已经点最边边的那几个岸几个地方了，它现在是种不太上去。继续逛洞窟，逛洞窟。去找蛛王好了，把这些换成黄金咯。换。这些了，有妹妹，直的岸边。可是我们没有直的岸边可以走。我应该身上石头什么物资都先把它放。放家里那边采道具就好了。哦，什么海带夏天也会烧？遇到小鸭鸭们了。哦，小鸭鸭，球王的鸭鸭们。哦，好近哦，两批的。要晚上啦！已经晚上啦。晚上喽，回来啦！才要坏啊！对啊，那赶快拿去换。晚了，这样喂猫，我吃药，它会不会开始讨厌我了？我啊！你去3D 印表机印个团团的面具，然后戴在脸上。是3D 印表机啦！对。喂药的时候戴团团面具。月亮斧、哦，你们要不要拿那月亮斧跟一般斧头比较啊？月亮斧，对啊，跟一般斧头比较，看哪一个比较锋利，去砍木头看哪一个比较快。聪明的屁屁，你可以先坐回来，哎，还是你坐回来了？我已经放在家里了。好，我在蛛王这边换黄金。原来这是萤火虫的标记哦，我想说这什么很像太阳花的图案。下你头一直蹭我的手，现在是要突然开始撒娇模式了，哭啊！哦，不要再喂我那个了，好痛苦哦。他不要，他是要烤过的，是不是？忘了哎。过得不要好了，那怪物肉能干嘛？怪物肉喂猪人不行吗？猪王他不给黄金了哦。啊，那真尴尬，很尴尬了。你记得以前可以的。对，先鸟蛋才可以哦。天哪、啊！哇，那就是要经过一道手续。好的，是小事小事，都是小事啦。欸、不行，先把妹妹收起来。怎样？还
要干烧蜘蛛网六，蜘蛛网六。你要玩海钓了、哦？对啊，今天要来玩海钓。加油加油！蜘蛛网，海钓竿，需要钩子跟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去逛地图。你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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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防，所以鸟蛋才能换哦，确定了，我不要多跑一趟了。聊天是讲的吗？对。哦，记住这个 ID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月亮啊，后面有什么要吃药？因为他都不吃饭啊。看兽医，他说给他开一个什么维生素还是什么东西。我前个礼拜六哈，对啊，我标题现在知道我是打错，我打礼拜日，对哦，对哦，他说要钩子跟一个类似浮标，那但是哪里做啊？这我没看到，哪一个浮标的吗？钩子跟浮标啊。那个，你有看到避雷针旁边的浮标告广告？有看到？避雷针？没有没有，我这边我这里，隔壁地上一张纸。哦，对，这个就是广告啊，应该是对着智囊团吧？还是有没有什么做钓竿的东西的？你找看看有没有。鹅毛浮标？那鹅毛浮标就是打好像乌鸦钓的啊。标牛顶刷子，地板怎么会有大蝙蝠？哦，这里有蝙蝠，嗨，蝙蝠你好，先拿一点鹅毛看看，是麋鹿鹅的毛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里很多池塘哎。哎呦，你看池塘围的有没有中间一个好像洞？看一下啊、哦，倒是不少蝙蝠了。哦，强心针捕虫网，有一个蝙蝠洞。哦，不是那个。脱缸了吧？下了两组蛋。应该也不是食物啊。嗯，看到，在这边吗？不会，应该是不会是在这边吧？要么是在这边呢、啊。上面有不少新钓具的好点子。但是我不能学。嗯？很多池塘，但是真的没有动。可恶！但是不能学习，那只有查看。
是这里，下一页。哎呀，哇，直接去探 Google。Don't stop。钓竿，鱼饵，也不是这里。哦，可以使用种子、腐烂物或是浆果来当作钓饵。哦，红色蘑菇树。哦，原来是可以这样。太容易坏了吧？不是，是不小心打太多了。用这个嘞。蘑菇树哦，蓝色蘑菇树。蓝色蘑菇森林，哦，这里有上去芦苇，看一下这是哪里。需要一个浮木片、虎片来做火车。哦，安安，大家安安。浮木，啊，这么下面呢？哦，骨片，骨片跟黄金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哎，冲冲冲！其实地底的地图真的很大哎，欸，很大，嗯。下雨喽！这里有一个上去的路。这种上来路都会有石头在洞口。嗯，有石头在洞口，就是下地洞的洞口都会有一些石头在直接在洞口边边。啊，哦？给你敲的吗？是因为进地洞的那个石头打掉之后，哦，裂掉，哦。哦。这需要吗？这个吗？科学仪器。没事哎，欸，给他弹就好了。弹给我，就。这是怎么下去哇？照理来说应该不需要用到这个啊。丢掉！哇，真棒！真棒！棒！好棒啊，哦！好棒哦！哦，棒哦！满月，
明月要变身哦，满。我要变身了。满月啊。等一下，我没看到、啊。主动。来。刚才从建筑来合上，哦，建筑哦。啊，在这！原来你在这。哎，我的帽子。那就不需要了。爱兔人窝哦，肉我吃掉就好了嘛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行，已经被看到了，仇恨在了。哇，哦啊，我会做浮标了，所以啦，硬骨浮标。哇，这里要绕这么远过来，大触手。下面路还有哦，哇！如果靠猪王发家致富，首先你要选择只角色去清蜘蛛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组黄金。哦，太多了吧？很好换啊。都死损、哦嗯、你就知道那个鸟的屁股多可怜。啊靠腰，不起，骂脏话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有地洞冒出光来？光，红红的光吗？对，快跑！那边是噩梦循环还叫什么的？就是会狂生理智怪，然后那理智怪你打之后不会加理智的那种。哦，对。boss 不是往这里面走的，嗯，对，加油，因为妹妹其实是最不怕噩梦循环的，下青蛙鱼了，对，下青蛙鱼了，哦，没事，青蛙鱼有点小，刚开始而已吧，有了，青蛙开始在咬。安息，拍摄者不就是这样子？好，我尝试进去看，感觉里面就是危险。妈的！变身啦！我变成河狸啦！有，正在血流成河、哦。真的好多这个地洞的这个光哦。嗯，算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这路也太长了吧，直线的通道。变回来！点吃。到几点？12点。这里点。这里。青蛙，你不要来！走开啦！我要去钓鱼。青蛙腿会不会啊？青蛙腿不可以钓鱼。嗯，你有记得有一个很像那个瓶塞的，还是塞车什么塞子？瓶塞塞子，哎，怎么了？那个也可以当浮标，不吧？钓竿的那个钩子。瓶塞的塞子，就是挖那个挖坟墓。我们好像没有那个东西。软木塞是不是？
啊，这是有个链子，那跟塞子，干嘛？那怎么了？又不我打你的鬼！哦，我看到李智怪了。哦，看到一堆李子怪了哦，很凶哦。是可以直接钓吗？还是要找有鱼群的地方才能钓啊？有鱼的地方啊，像龙虾就是黄昏。这也太痛了吧！摇一下五十滴，怎么回事？打鼻子啊！超痛，痛爆！哦，啊不对，哦下猫，哦，我钓起来一只鱼了。在海钓了，这样子我要带很多的饵。哦，干什么？青蛙腿能不能当饵？那你能不能当饵？鱼不能当饵，杀害。鱼肉咧当饵不行。欸，鲨鱼会，不是鲨鱼，是鲨钓鱼会钓，会那个吗？坎普斯会增加吗？不知道欸。说钓起来的鱼把它杀死哦。对啊，不知道，它也算生物，可能会吧。可能吧。哦，继续。准备好哇，嗯，四只，三只秋王，三只秋王啊，对，因为我这边是刚好一个三角形。哦，真的？你说那春王吗？那个鹅、啊？春王，对啊，这边一个、哦、一个一个。什么尸骨？什么？蝙蝠哦，妹妹出来做事哦。哎呦，掉下来的白蜘蛛！哎呦，呦，没事啊。有白蜘蛛是战士哦，妖修哦，很凶哦，凶巴巴呢，很可怕哦。那我黑白蜘蛛不打一打嘞，再打一打。我觉得该回去了，这次出来探的够多了。啊，这里好多浆果，把浆果收一收，然后去钓鱼。啊，怎么回家？这里，我看到猴子区嘞。你小心哦、喔，猴子会那个扔你东西，然后没事没事，他是在对岸另一边。哎呦，暗黑兔你好啊！药桶，施肥。我都最大出手，这样能不采收了吗？哦，可以了。
需要一块魔法木。对，说的哇，其实很大呢。哦，很大呢，大呢，大地图大很大很远的，发现远方的时候，你刚好已经有开到那个不知道哪边的啊，现在看到传送门了，就是对，地图很大呢，鱼人套装，天哪，那新的角色，不是新的角色，这次更新的是角色叫鱼人，哦，就是那个墨剧演员。开到他的套装，对，好幸运。这里，你呛了没？听医生说他吃药会呛，安眠药，就是大家放松了，他就会很呛。哦，哦，昏迷他。那这几天。正常的猫不是都是罐头吃一罐或半罐，通常都会吃很多吗？嗯、看到开罐头就冲过来，喵喵喵喵喵。啊，它不会啊，就是完全就是都不吃什么吃，没什么吃，没有食欲。然后医生兽医说，你知道他是讲说，哎呦，他是他那兽医叫什么？他说，你知道你哥哥看起来比你还糟，快忧郁了吗？他都不吃啊，怎么弄都不吃，为什么都不想吃？这样子真的很困扰。他不先好好顾好身体，这样子我们就没办法亲近他了。对，干跟的那个罐头放在旁边两个碗，他两个都闻了一下，选择了干干。罐头是，那罐头是什么？不好吃。我是不是也是鱼人套装？是不是鱼人套装？不是，甩裤子啥喂？钓饵蘑菇，绿蘑菇可以给细阳吃下的。啊？所以我直接做那个的话是可以，可以直接拿来钓吗？抓点绿蘑菇，放个马子。哎、欸，没有肉丸了。嗯，这么有耐久度哎、欸。嗯。哦，有了。哦，这样我就不需要饵了吗？某一个免洗的、啊，就是如果做那个钓饵的话，它是不是就不用啦、啊？直接不用饵，好棒哦！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。哦，假饵哦。对，红蘑菇跟蓝蘑菇 ，OK。红蘑菇，我要去找红蘑菇。啊，地洞底下好像有。要跑一小小段。去地洞底下找蘑菇，顺便找银杏果。好，银杏果带了11个回来。耶、yeah ！安安，大家安安。
生存网子。看到这蝴蝶在诱惑我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那屁股，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，这边好了，嗯，蜘蛛网爆了，哦，腺体也爆了。你是说爆仓了吗？还是对啊，做点别的东西？没有没有没有告示牌的箱子都是可以乱放的，没差的。好，最喜欢没差的。耶、yeah, ，拿蓝蘑菇了。接下来差一个红蘑菇。红蘑菇，红蘑菇。哦，鞋，嗯，努力蘑菇好了，再需要红蘑菇，红蘑菇啊，有了红蘑菇，碎啦！努力蘑菇这次采完应该就坏掉了，啊，坏掉？会啊，所以要用活木去把它叫回来。哦，我看到新的兔子窝。哎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！我只是采荧光果而已嘛。我身上突然带着肉球，你也不要这样。肉球，你怎么可以吃肉？我们是素食主义者。吃一下嘛。不要啦，你家离很远的，你知道吗？走开！像扶梯嘞！哎呦，大笨象兔子，猴子飞上树。哎、欸，你追够远了、哦，够了、哦。嗯，很远的哦。啊。是月月签名，签名。他只是想咬我而已，他不是想要签名。好吃的月月肉，替咬一口，咬一口啦，一口就好了。不行啊，会死人的、啊，不行啊，不准，一口就好啦。不行啊，去咬哈气啦，小气鬼。对，我就小气，怎么样？你小气，把它溜掉。嗯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掉大肉啊？为什么？兔子肉吗？不知道。它就是一块大肉，走着走着就看到一块大肉掉在地上。耶、yeah, ，滑回去喽！温呐，晚上啦！又下雨回来了，我拿了26个发光果回来，应该暂时够用一阵子。
然后大肉，你先放冰箱吧。都在晒青蛙腿啊。对啊。存着，然后荧光果存着。哎呦，肉球都快烂了，快吃！等我，我还在睡觉。夜间，哎，好，我有。咚哟，那什么声音啊？我做钓饵的声音，哼，超奇怪的声音。咚哟。我的鼻子都是毛，都是毛。对，蜘蛛王佛牙，肉球快坏掉了，哪边？对不对？它已经一半了，那叫 king。黄南石，这里放着。好了，我要再去钓鱼了。好，这里。我身上怎么这么多黄金在我身上？你好黄啊！你好拼啊！到底，狗来啦！猪啊，在打猪人呐、啊！狗狗，你怎么来了？没回来。来了吗？来！哎呦！冰到了！冰到了啊！哎呦！结束了。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狗牙，可以直接拿去给修补陷阱。哦，直接放进去。对，就是因为它一个做一个陷阱可以做用十次嘛。嗯。那等于说，如果说你不要重做，直接用个狗牙那样子下去修补。嗯。这样比较好，效果比较好。等你比较方便。等你工作坊上传。嘿嘿。要去钓鱼咯。那其实我梦到的是。狗牙陷阱会自己回复欸，会想装吗？绝，还好啦，可以贴来看看，到时候看看。好啊，我先去刷一下。自己回复是次数吗？还是说他自己会缩回去？缩回去。哦。妹妹出来。啊，这个雨真的是一直下。雨不停落下来啊，不是，我种下去我怎么吃下去，哭啊。跟着妹妹的光也笑死。
阿修哦，要修了。我们的活物好像不够吗？存快不够了。没关系，我等下我再去换角色，去切手收吗？对，我去剁手收，去砍树就好了。好啊，可以啊。打一点树精。好，开了一批回来。现在那个蘑菇农场真的是我的理智来源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快。快速回，直接给他扣下去。你大肉先存着吧。存着吗？不拿去晒啊？蛮的啊，被青蛙腿。哦，他是青蛙腿哦。我想我说怎么点下去不能点。好。还有青蛙腿在上面。下毛。啥？这样可以吗？哎，活木还有五个啊！对，在那个麻雀室里面。对对对对对。你很吃不吃啊？你睫毛越近骗子，来用看看。嗯，看好不好用。哎，这个鱼就这样看着我的耳游走、哦。有问？对哦。怎么了？刚补完那个蘑菇农场，忘了种回去。啊、哦、好。谢提醒。你在发情哦、喔，算了算了，我对你春天，发春情呀呀，哦，所以要拉一下拉一下吗？要吸引他吗？要跟真的钓鱼一样，稍微拉一下，拉一下吸引它吗？哇，真的海钓！对，它有一个收线的动作。在《Don't Starve》里玩钓鱼游戏，是否搞错什么？其实以前还蛮喜欢玩那种，就是很悠闲、很悠闲那种钓鱼游戏。嗯，但是真的就是会睡着。我来砍树喽！等一下，有用哎、欸！它是哦，八十耐久，但是扣打一次扣一滴。哦，这样玩的、哦？哦，这斧头好用哎、欸！真的吗？要砍十五下的时候，只要砍六下、喔，一半日还三分之一。我看看我的黄金。你是砍大树还是小树？大树啊，这是大树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什么？我的耳朵这样被吃掉了？十五，对，十五。好爽哦、喔！这月亮符很好用。对。哎、欸，掉失败，我整个耳根浮标都不见了、哦。哇，亏啊！被鱼拉走了吧？有可能。可是因为黄金斧头呢，好像砍三下才扣一趴、欸。哦，哎，有好有坏啊。对啊，主要这个是快速，不用砍那么多下。哎呦，回来了！哦，画面出现好大的船。哎，小，那这样我去
我去找一下梦。公布吧。好酷哦！太小哈。我已经越想。它可以多人共乘一艘船。可以。可以啊。哦。好了，我贴在军人罗。哦。这样我要准备很多有的没有的蘑菇哎、欸。有的没有的蘑菇。因为我要做钓饵的话需要蘑菇。然后不同颜色的蘑菇在不同的时段可以使用。哦、oh, ，那我们蘑菇通常要多一点啊。为什么在打红木了呢？哦、oh, ，对啊，因为它红色蘑菇是白天，然后绿色蘑菇是下午，对啊，蓝色是晚上，不同时段不同的蘑菇。好了。哇，快夏天了、哦！对啊，要把保暖石放冰箱了。今年夏天来打啊，打夏王吧。好，那是不是要先去准备钓？然后这海钓竿之后再来玩。我修，等他哦。夏王应该是一边这四只 BOSS 里面最不好打的吧？好打，好打的，嗯。哇，搜一下，春夏秋冬哪一只最难啊？最难吗？有。好，我觉得秋是最目前打起来最顺的、欸。真假的？东王不打，东王不是范围很难抓吗？东王就是打两下退掉啊。如果站在那个道路上会比较好打，没有道路不太好闪他的兵。哦，也不能哦，哇，他上钩也不能一直拉，也是要拉一下放一下，拉一下放一下，真的是钓鱼游戏耶！我天哪、啊！哇！你有打过冬季盛宴的东王吗？没有。他是哎呦，他是那个红色眼睛的东王，他不只会放冰，还会放雷射眼，那个眼睛会射出雷射，那个比较难打。对啊，那打死他的时候会掉那个他的眼睛，他眼睛会那跟灯泡一样一闪一闪。哦，可以拿来装饰圣诞树用。只是装饰圣诞树用的吗？对啊，这样至少你家就会亮。呜呜，吓死你！真的掉、哦、那么多还没有树王树人哦？对啊，树人好难好难出来哦。怎么没有鱼啊？看到鱼了，看到鱼了！哎呦，看来箱子要再多一点了。嗯。哎，又断了。我的语无伦次的啊，不是啊，我都不是一直拉，难道他有放线的按键吗？我看怎么收线啊，欸，啊，这
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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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下绿蘑菇就被我全部做成钓鹅了。等下，哎、欸，我的绿蘑菇呢？你在找这个钓鹅吗？刚是有人在吃东西。啊？刚是有人在家里吃东西。我刚刚吃了一个肉球，怎么了？然后我刚才在种种子，正要种下去，我想说不对不对不对，我怎么要吃？哎，不对啊，种下去了呢。音效刚刚好重叠，我想说我点过去，咕咕咕咕咕，刚好。我想说吃肉球怎么了？吸了一股光。好不亮。我要再去钓一次，冲啊！说还要看他鱼的动作，叫你麻烦哦，麻烦。哪里有鱼啊？这附近有没有鱼啊？夏天啦、啊，记得保带保暖时刻。不记得修，就烧的话。啊，绿洲钓鱼啊。好。那钓竿、啊。钓竿。可以带多一点过去。他在左右手边嘛，右手边。好，有没有鱼在岸边的啊？对，我要顺便要去抓三只、四只黄色蜜蜂。对，我要坐钓竿，顺便过去那边钓鱼。应该怎么下雨了？再放家里，再放家里。对，还要带一些冰块。啊，冰块都开始融化了。叫我们是要多准备一些食物啊，嗯，食物带过去吗？两颗肉球，三，一二三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像空调。空调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我，别看我。两个蜘蛛网，蜘蛛网。半钓竿，对，食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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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记。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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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。啊！他被撞死了。很浪费。再乱来啊！笨火鸡。哦，面包，面包怎么做？那个是两个挖腿，那个叫挖腿蜻蜓堡。哦，两个挖腿，然后一个蔬菜。蔬菜？辣椒算蔬菜吗？哎，我也不知道算不算。两个挖腿，一个蔬菜，跟个随便吗？我是放怪物肉了，怪物肉两个挖腿加一个蔬菜。怪物肉。三汉江苦瓜啊，芦笋应该算蔬菜吧？然后换个保暖石，好，连夜出门，好，好，哇，这真是最远的地方耶，自从从台北跑到花莲去，最远的距离。嗯，我说上面那个怎么突然开始煮了？你想说我们没有放肉，先帮忙放了。好，因为我刚刚是先把梅果全部都放好了，再放肉上去。偷跑啊！有人跑出去啦！看一下哦，我有三个肉球，一个青蛙腿，千丁堡应该够了吧？那边可以做个锅子哦，在那边做锅子吗？做食物 是？对啊。看一下我材料够吗？这边有木炭吗？可以，可以做。有木炭哦，好好好。身上有大、啊？有。我们走吧。好。你好棒！谢谢。我最棒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木炭少两个。我看少两个，我直接还是我带过去，我现场烧一烧就有了。好，好，那边有木头啊？对呀、啊。像要看要引起哪一边比较小片的失火呢？没差、啊，你这个再生这么快，啊，也是的啊。对啊，森林到火喽！嘿嘿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！真好。大家好，好，出门。对，带一个那个修补道具。不到火光，哎。
哎、欸，这样子，嘿，去干嘛？啊？这里是不是很多蜘蛛？哇，路霸哎、欸，挡在路中间。哇，三层，全部三层，哇！对啊，这啊这边要靠东王了。哇，上面还有一只猪女王跑起来了。我边直直走。哎呦，好烫哦！体温70度了。啊，你有带那个吗？嗯，可以做吸人萤火吗？有啊。冲啊！冲啊！绿洲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来了！哦。你身上有锤子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好、哦。啊？我有。好。但是我还没到。没事。啊，你在这边盖，到时候把桥掉是不是？对啊。做爸爸的包裹，打开。三角蓝图，哦，那个是水牛的。走走走走走。嗯，好远哦。又是包裹。打开多肉盆栽蓝图，它是可以直接学的，对耶，哦，钓鱼，悠闲钓鱼，啊，音乐帮我敲掉，等一下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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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留着啊，反正没有，不是初阶机器，我要做进阶的机器。哇，哎，有了，好了，敲敲敲，有了，皱巴巴包裹，拆开，开到那个防风镜，神结，防风镜，对，配方，防风镜配方。包裹开箱，哎、欸，掉到了，哦，对，但是还要再掉一个什么华丽的，是进那这初阶，还要再掉一个进阶的哦，对，有差哦，有差，普通的就只是真的是好看用的，啊，进阶的才能防沙尘暴，哦，我们才能在沙漠里面找那个蚁丝，我缺原石，我有我有我有，石头我有。等一下、喔，这里锅子，锅子放在这里。艾瑞，鲨鱼喽！配料可以配什么？这个肉可以拆吗？可以耶。哦，这可以配菜吗？很小。不能。哦不。哦，是拿去烧掉的。我怎么会只捡到这个扣子啊？那可以拿去换黄金啊。哦。跟猪王换。
是的，晚安。好安静，好安静的钓鱼时间。他有说钓到几率几趴吗？没有哎、欸。那时候跟干爹玩三竿就钓到两个。哦、oh. ，哇，这么夸张？对啊，啊，冬季盛宴更惨啊，会钓到一堆装饰。啊，看，我点到萤火虫。好像打昏那个鸟啊！开箱啊！弹珠，有一只角色，也是童军，他可以把弹珠，哎呦，害怕了！他可以把弹珠变成弹药，伤害很高，哦、可是弹珠就是太难收，不太会拿来当弹药。弹珠除了可以当弹药之外，还能做什么？换黄金，野猪王，这就是玩具。对，你现在钓到那些什么，等下还会有矮什么矮人啊，地什么花园地精那种东西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就这个，你吃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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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吃吧，你吃啊，我吃这没用啊。哦好，自己跟起来。没鱼了，那个东西被钓完了。鱼嘞，鱼嘞，啊，这就掉了，算了，看一下，衣物类吗？还是在，对。哦，没有鱼啊，鱼嘞？哦，有了沙漠风景嘛？还是时尚风景？要先做沙漠风景，才能升级成时尚风景。哦，猪屁股黄金。哦，两总共两个猪屁股，一个黄金，可以做一个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要六个。啊，有啊，屁股我有刚刚有去刷。嗯。完全不会上钩哎、欸！对啊，哇，花生什么魔术？听说过了，就是在同个池塘连续钓鱼的话，它会越钓越慢。哦，但是它只有一个池塘啊。对啊，哇，我换个钓鱼位置。还是我做给你们，你做啊，所以我们要先回去啊。好吧，回去吧。好啊，我放这边就好了。钓竿插着，走喽。呀，好难走呀。所以之后有防风眼镜，就不用这样走这么慢了，就正常速度了。你之前是逛这边的时候，真的是慢慢这样慢慢逛啊？他是啊，哦，他是啊。我第一次夏天来的时候就这样子慢慢走，之后是秋天来把这里地图全部探一次。哦，哎，蜘蛛女王，偷打你一下，嘿嘿，偷打你，哈哈，快跑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等一下，我跟在你屁股后面是不是有点不太妙？没事，我这么安全。你安全，他危险啊！我捡起来。一周明明没什么树，风差却这么小，不合理。嗯。
怎么了？吃很饱？我不知道吃什么，吃空气吃饱了。哦，啊对，王子，我做过王子，我做抓抓，不是抓那些，我要抓其他的。那等下会去找你。哦，买的。好啦，我要把全部都引出来。嗡嗡嗡嗡嗡嗡，我要一般的黄蜂。黄色蜜蜂。要没有黄色蜜蜂，黄色的沙人蜂，要黄色蜜蜂，怎么都没有？现在不是白天吗？对啊，嘿，哎呀，看到，再一只就好。哎呦，上面长眼球了。嘿嘿，我放的。哦，那可以打掉。我等一下再说，我现在好烫。再一只，没看到，再一只就好。可以喽。黄蜂。哦不！嗯，小疼疼。你可以当燃料吗？不能当燃料，你好没用哦！蜘蛛网，你好没用啊！蜘蛛网已经多的想当燃料。哦，这里好多黄金哦。嗯。再来去海钓。好，先做。对，猪屁股，猪屁股，那个杰斯特肚子，2、3、4、5、6个，哦，黄金3个，右边第3个，这里有，哦。好了，要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吗？还是要更多？什么一个？这个啊，沙漠风镜，到时候打那只网的时候，一人一个够吗？一个人一个啊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人一个，一个，不然我们就只能慢慢走的躲王的技能。没有说一个够吗？要不要2个还是3个？哦，不用。
耐久有一个小时二十分钟。哦，你不要带他就好了。嗯。所以等下直接去打吗？还是？乙师在哪边啊？位置知道吗？一样在那个啊，绿洲。他是随机的。哦。找，所以要找找喽。对。好。上一次出现是在进绿洲的那个地方，直直往下走。对吧？上一次是在那个位置。你就来福建。来福建。带个补血的植物，植物。那我把小猪背包先放家里好了。钓竿，钓竿暂时用不到，放着。武器装备啊，大理石。什么大理石？大理石护甲。哦。Oh.哦，哦，你要硬 A 哦，好啊。还是我干脆直接变身啊？也可以啊，因为他就是在那边让你打的，他不会动。哎呦，那我就直接变身跟他打就好啦。好啊。那我需要一些怪物肉跟什么？怪物肉跟一些茅草。好。这个。三把武器够了。对，我们这地板那边这么多东西，到时候这边会不会烧起来呀、啊？你这边有那个吗？有在范围吗？有在范围吗？没有，这边没在范围。哦、oh. ，我先开那个水球机哦。啊、好。他从下面再弄一个防风镜护甲，对，大理石护甲。防风镜他没有护甲的那个护甲值哎、欸，因为那个是 BOSS， 其实蛮好躲的。哦，你看到地上有东西就离开那个地方就好了。你需要武器库，没错。耶、yeah! ！牛津鞋，这我几双啦？牛津鞋超多了。你可以把那个九个一样品质的东西合一合，它会合到下一集。对。带一点烤过的绿蘑菇。呵，来，冲啊！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刚刚修好了一个石头。好像不见了。你说100%的热能死吗？对。哎，家里烧了。没事，我看到了。啊，没事。哎呦，这个等一下回去回来，赶快先现在那个弄一个。走了。这里烧起来很恐怖。你很主动啊。我想说，我修了一个修好，然后拆封的那个包包，拆封的工具收起来之后就，东西呢？冰箱那个怎么变88%了？哎、欸，奇怪了。欸欸、我不是修100%了吗？嗯，不对啊，100%的嘞，嗯，奇怪了，往哪去了？真奇怪，对不对？真奇怪啊！对啊，好奇怪啊、哦！怎么被拿？怎么这就这样子不见了？托米很奇怪耶，托米。哦，托米哦，托米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嗯，惊悚，惊悚。一定是爽，爽猫，爽啊！你爽啊！啊，
等一下是不是要先去沙漠中间把那个热能石再加一点寒冷温度？可以啊，降温一下。嗯，你说顺便打个那个吗？补给。对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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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阿娘伟哦，阿娘伟，撞车了，撞车了！太多东西了吧？这里。戴上护目镜。护目镜耶！哦，哦，我变这样。你去绿洲啊？不然这样没有不热。哇，好。石头不够热就尴尬了。我先找椅子的位置。好啊，那我找右边一点。先去加个温度。不在右边。我是从中间开始切，好像中间没看到。所以在左边喽，左边你看，啊，我身上怎么有四个蝴蝶？天黑啦，到啦，完了，怎么了？火把有火把有火把，找到仪式了，这，哦，那跟上来设位置差不多，等白天吧，快回来，好。嗨，你谁呢？所以不打他，他不会打我们了。不会，给你朵花。给他一个玩具，可以延长时间。时间？地震的时间吗？地震时间就是不会来闹你。哦。那给他吃冰过的保暖食，他会冷冻。寶寶寶寶這邊直接变身开打。哦，你们在那边呢？在。好，还是我们先还有一点时间，先回去再保暖时再那个这一下。对啊，不然大家休起来，是被打死，被激热死，被烫死。哎咻！照理来说，沙漠这样的日夜温差应该很大啊，这边晚上应该很冷的，对啊。冷啊，对啊。嗯。站近一点，站近一点。可以修，你过热了。靠太近了。要白天了。好，没事情啊。走，冲啊！冲啊！哦，羚羊，带一只，只带一个，好，开队了吗？好，啊，不打为什么？啊，不先给他吃这个吧，给你啊，啊啊，哎呦，我哭啊。哎呦！啊啊！哎呦！坐坐坐坐坐坐！硬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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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硬 A A 死你 A 死！他剩一千滴，他剩一千滴啊 ！A 死你 A 死你！你空拳了，你空拳了！他死了！好，就这样子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那好，听我讲一句话，那他这个掉的东西可以做类似那种传送门的东西。哦，对，哎、欸，完了，怎么了？因为我奉献了我的保暖石，我要热死。哦哦，所以他要吃一颗保暖石。对，
刚刚才想起这件事情。你在哪里？没有没有，我先回萤火，我去做一个保暖石看看，应该有材料够。我身上有材料了。我有我有，应该吧。那一个变身道具就够了、欸，再加这样子，三个人输出6000滴，一下就打完了。生存，有够。传送塔蓝图吗？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像如果我们常去哪里，你就可以做那个。像比如说直接传来绿洲，就绿洲这边放一个。那可以直接传到那个吗？月岛那边吗？也可以。那传送会消耗燃料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理智。哦，就跟跳虫洞很像。它只扣理智而已，好像只能存在一个吧，这个我忘记了。哦，不能存在太多个。对，我可以自制一个传送点，对啊，自制一个虫洞。可以问观众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好了，回家喽。哎、欸，又可以打龙吟了、欸。走，顺便打龙吟。走啊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们都没遇到曼多拉草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蜘蛛女王，嗨，你好。女王，曼德拉草都会像在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森林环境会出现。哦。没看过、哦、女王躲进去了。哎呦，比较容易生的应该会在左边啊，红色虫洞那里。嗯，可以找到就好。哎呀，干嘛修这呀？海底没的话，我们会灭团。或是在那边放一个雪球发射器，然后地上放那种可燃物品。它叫升起，烧起来，学发射器往上面扔。哦哦，对，它就是很好，就这样很好打。哎呦，说我们还有冰块吗？冰箱有，有15个吗？有吧，我想7吧。15个才能做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那我们家直接要再弄那个再发射器。对啊，就是下面放杂物的地方。对啊。哇，海带都长好了，我们可以吃海带来当配料了。耶、yeah ！看一下冰箱的冰哦，17个可以。碎啦！那我看看哦，它需要2个齿轮、电池，还有2个黄金石头。哎、欸，没有石头了吗？石头嘞？什么石头？圆的吗？圆的、嗯，圆的没了。哇！我身上25个。哦，在你身上。我平常身上是放一组以内的。哦，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，再去踩，这边没有了。嗯，好烫。回来了。啊，为什么走路拐杖不拿？对啊，哎，是啊，原石，哎，原石有了，对，看一下啊，做个1个，2个，哎，要不要找一下海底啊？海底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、欸，有，冰块有了，那好暗，帽子，
帽子，帽子。挡住了，盖不下去。哪一个？帮你捡。这里。有，我把它捡起来了。再往下一点点好了。沙子奇迹。是传送道具。懒惰的逃亡者。对。好。上面有一些，然后往下放一点点。它有一个晨月之眼呢。晨月之眼。找看看这怎么做。Google 晨月。它叫月食透镜。嗯，它是单多人饥荒版才特有的道具。需要将宝石放入月食坑来制造。哎、欸，音乐怎么了？音乐，音乐，我猜网络爆了。嗯，月食坑，我们有月食坑吗？月食坑不是那个吗？就是月食坑需要三个月亮石来合成。爱孔月岩吗？哦，哎，对啊，这个吧，一样的吧，是吗？不是，我看一下啊。不太一样。哦哦，那个哦，再放宝石上去哦哦。哦哦，懂了。橙色，所以是橙宝石。插入。橙月之眼哦。你又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断线。对，突然断线。突然断线。需要原始。原始哦，在我身上。修蛋子嘞。我再开箱。原始这里。塞在你身上。有。是要做两个地区都有这个东西，是不是才可以传吗？对，互相的量子纠缠。哦，两个，那也就是说我总共要六个。晨月之眼要死掉。两个晨月之眼，然后。刚好，可是我们要传去哪里啊？嗯，看要哪边比较常去啊？太原又常去，绿洲就免了吧。绿洲偶尔去一次，绿洲就那而已，还好。对啊，啊，如果明月真的要去那边一直玩的话，就去月岛那里。放月岛？对啊。行，那是不是我要过去啊？因为。蓝图在我做，不是放东西上去就好了，因为它是建造类的，所以哦，你要上去建哦，哦，那你们就两个出航吧。可是现在夏天下去又会热死在海上，会哦，会哦。走吧，欢迎龙吟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传送门盖在哪里就好？恶魔花，恶魔花在制造就有了。我忘记为什么那时候要恶魔花了。燃料吗？忘了。
发光果要坏掉了，需要补充的赶快补充哦。魔法扫把啊，对齁、哦。不是，你吃了什么？吃了。坏掉了。你把发光果我吃了。呵呵。对。发光果，小猪宝宝，有没有坏掉？对，都快坏了。刚该带吹剑过去把它消耗掉。嗯，我直接带蜘蛛腺体去补血好了。哦，就不要耗石头了。对，反正腺体这么多。嗯。算他要补比较久。嗯啊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。啊！为什么？哦，怎么了？他延迟一下下，突然冒烟、哦，要靠你们哦。这只伤害是 0.75 哦。哦，对啊，这才会要换角色。没关系。哦。所以等一下那个嘛，嗯，去打果蝇。对啊。发现龙吟的火炉是放我们吸了篝火太近了，这样我温度降不太下来。我可以耶，我都以为是在40几度。哎、欸，你是有保暖石吗？我是没有拿，我想说有篝火先用篝火就好了。你放身上嘞？去拿看看、欸。放身上是有降吗？对啊。有了，放身上是有降。想说有篝火就先用篝火了。要走是不是？拿个武器，两把武器。木甲要做。我只用大理石甲。哦，可以啊。把木甲消耗掉再换大理石。反正做了不用。浪费。头盔，然后药膏有，狐狸制的有，包包就不带好了。包包放家里。想想还会遇到什么，还会用到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食物，对，食物。食物在身上，白天了，走吧，出发。出发，冲啊！带个两个肉丸就过去。好，看看，奔王还在，他没有撤回去吗？不知道、欸。我听到狗狗声音、哦，回来了，狗狗，回家喽！狗狗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啊？
还好他提早来了，不是只是打到一半之类的。也是啦。来了，会烧咯，秋起来了，秋起来了，啊！哎，不要咬我啦！都爱拼才会赢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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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理智大大提升，哦哦哦，这火好棒好棒好棒！哎呀！好难死，瞬间没不忍了。我再去降个温。换另外一颗石头，好。好了，肉收起来，肉收起来，够冲冲，凶啊！第二波过来袭，太快了，酷啊！打TD，打完一波休息一下，又来一波。直接哭出来，怎么又来了？又有狗狗，啊，睡死！这里好多腐烂的植物，蛙腿啊，很多青蛙。哦哦，青蛙跑掉了。所以这想说鹅毛扇在这边也有用处，结果这里好像也不太行，会把萤火弄掉。那个我们是不是没有冷篝火啊？嘿，你走进去的、啊、材料有洞啊，走进去出来吧。诶，你看不到吗？我看得到啊，那可是我进不去。对，再敲掉一个。可是我有多的时装哦，有好啊，靠北啊，怎么了？这里多了一根时装在这里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回去做人篝火？我有小的啦，有小的，啊、小的也行啊，就怕量被敲到，要保护好它。有没有燃料、哦？燃料我有，我有，好。那就给你们放啊，那、靠杯啊，又放了一个。嗨你这样我好难修哦。他来了，好了，开怼开怼，嗷、欸、过去一点哦，他在打冷篝火。哎呦，下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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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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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哇，打一下扣十的耐久、哦。你说大力士、哦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还没到？到了，输出真的太低了。我没有到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哎，哎，哦。
我旁边有个绿宝石。哪里？这里啊。我看不到。哦，按一下 Q 跟 E。哦，对耶，它藏在这里面。来了，来了，你们没有头盔啊、喔？没有，没没有。哎、欸，快点哦、喔，快点！他刚刚打我才那个而已，三四 D 而已。那是帕瓦啦，我已经够可怜。我、哦、靠，好、哦，我听到护甲爆掉的声音是不是？啊，冲冲冲！哦，这三条，哇、哦，好痛！错赛，错赛，错赛，错赛！哇靠，超痛！哇哇，墙壁，我们够吗？不够。九，刚好看到十九。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。这边，哇这边，撤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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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不打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哇！好黑，等一下。你有走走走走走走，我可以扛，我可以扛，我可以扛，没事。但是我的护甲没了。你拿、啊、你拿法杖，你拿法杖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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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指引你。好、哦，他跑，他跑，他没事没事没事。好好好。哦。等一下你记得带那个保暖石下来哦。好。看下那个要盖宽一点。真的。改一下场景，对，主要是有意外，那个石柱不知道为什么挡出来，限制了走路的空间。你有头绪吗？有没头绪？知道哎，我知道是从哪蹦出来的，石笋呢？太多做盖在一起了，所以它长出来了吧？哦，很好吃，你走很快、欸。啊、哦，走走走走走，刚好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先捡尸。好，等你捡完尸。那、欸、所以下次、啊、下次玩就直接打，然后动身上。我下次先收集一点石头，把它盖宽吧。好的。把我那个我们的那个叫什么、okay. 雪球机补一下四台，好，拿牛毛补木头补不好吗？哦也好、啊，牛毛比较那个啊，就木头太多用处了，啊、牛毛可以补，就当嗯好，我们有四台哦，这么多，东南西北一台吧。你才是在农田区吗？花花那边。哦，花花哦。好的，猪猪家有没有弄？我去看一下。猪猪家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弄。哦，没事，因为没有，因为距离玩家太远了，这边没事。哦，就先不理他吧。好。他们要干嘛？他们想吃食物，想吃猪屁股，所以他们一直这样子，所以你就可以拿那个怪物来这边引他们。就这样开堆，哦，对啊，不然我们猪屁股太少了。那我现在可以怼他的意思、哦？你现在怼就只有大肉跟屁股二分之一的机会，所以你要喂怪物肉，这样杀比较划算。两个喂怪物肉之后，他会屁股比较多、哦。到底是两个大肉一个屁股。哦，对啊，嗯，你要吗？我带过去给你玩，给你。说要给它喂到变身吗？喂四个，抓抓抓，带你去玩。这个我还记得，以前我就是这样刷猪皮。我妹妹安息了。来一个都对。是，好，直接打，直接打。等一下，哦，这样，
要回个血啊！他去哪？过来。你每个都喂一喂，把他带过来就好了。四个。哎、欸，少一，重复了吧？你打我继续喂。四，来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OK。哎、欸，去了。嗯，有毛。下次再打龙椅，报仇。先把地扩大之后再来去打，报仇，报仇雪恨。那我把那个想做的做一做。你要做什么？把告示牌弄一弄。哦。哎，线条。所以就是放这个的。哇！哦，我们金有这么多？有啊。OK， 嗯，好，到这边了。好了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起啦，啦好啦，今晚就到这边喽，感谢各位收看。明天，当然希望魔力宝贝赶快好了，如果没好的话，大概中午左右开台吧，就这样啦。感谢各位收看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，拜拜。